一碗汤，半碗肉，说明星都来喝，在这家来。有夸张的吧？就有小二哥，二哥来平顶山了。老铁们给我推荐了平顶山有一家包子店，里边有夸张啊，说明星都来喝，在这家来。哎，老哥，他这个包子店做了多长时间了？那30年，20年了，说好多明星都跑来吃。对对对对，和这个平顶山也是说说嘞，这是终点不是？终点，谢谢你哥啊，好，我排队，我，他这个包子是煎包，他花了粉，油脂不懂，4块6块，6元的花了。几碗啊？一碗包子就这几单嘞，2块钱嘞，8块，8块钱。我，真不错啊，生意好啊，生意好得很啊，生意好得很啊，生意好得很，比你炒饭生意好。这生意真好，老哥干了多少年了？干了多少年？店三十多年了。包子好干的，你给他干了多少年了？这是总店吗？啊，来一碗茶，好了，100多公里，为了吃了个煎包。好嘞，谢谢啊，好，我，好嘞，拿2块钱坐拿，这肉嘞，这素嘞，我要的素嘞，1块钱俩，国际包子，来合作。有，我是淄博的，喝不完了，谢谢，老看你，没事了，好拍桌，谢谢啊，这，买二送一，比我买的都贵，送来，因为他们家这个油脂嘞10块，我这花了8块钱，感谢老板啊，这，因为这个10块嘞啊，我刚刚看了，不是说这个老板送这一碗那么多肉，这我不夸张，您可以去来看看，因为刚我进屋的时候，我看那个客人跟他喝的时候，也是半碗肉，看，吓人。我喝了2早上这个平山的胡辣汤了，你看这啥没有？这是咱炒鸡打那个饼炸的那个饼。又不一样的感受，像来吃包子的呀，这不，来，素的啊，1块钱俩，就这几单，一兜馅儿，这馅儿拌的还是有记住了啊，粉条、豆腐、鸡蛋，这5毛。真的是料，真香！这煎包做的绝对可以，绝对可以，货真价实，性价比高不高？5毛钱，生意好，绝对有好的理由。你看人家这生意好得很。他们家胡辣汤啊，哎，看到没有？真正的真材实料，一碗汤，半碗肉，味道啊，就这种，应该是地方风味啊。反正我叫大家看了，就在这里边的食材来看啊，看到没有？里边放的是炸的那个馍片，也就是咱说那个厚饼，炸椒油放里边的。我想起这个油饼了，我想起来咱给庐山，想不起来了，没跟你说，老铁应该就知道了。在门海超级的对面，咱过去看，让他们给他炸那个饼，想不起来叫啥名字？也非常有名气的，我也干好多年了，不那么麻。也不辣，老少皆宜，还是比较香。最重要的啊，真材实料，货真价实，性价比非常高。二哥，到哪个城市，到哪个地方乡镇，对每家这个胡辣汤就无权，也没有这个资格评价这家好喝，这家不好喝。我只是告诉大家，我来这个地方了，他们在当地都是做的非常牛的。哎，有这个地方，哎，你或者你旅游，或者是你走亲访友，或者是你路过这，你过来尝尝，也有可能你非常喜欢喝，正好对你的口味，也有可能
你不喜欢喝，那是因为不对你口味。咱所谓大家说的好喝一不好喝，正宗与不正宗，因为啊，到每个地方，咱都要尊重每个地方的饮食文化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食物定位，食口准则。啊，老铁们，今天到这吧。好准备吃饭了。跑100多公里。是吗？是吧？你也吃饭是吧？我走。好。嗯，吃个早餐，浑身塌透了。这里边的包包子的员工更辛苦，再给他买点水，人家送完汤，再给人家买点水。哇，老弟，给员工们搬点水啊！哎、都热了啊！你瞅瞅啊！来，喝个油，喝个油。那能了，俺不打扰你，因为那个比较忙。没事没事。你好，老板，你的生意做的真好。啊！欢迎你下次再来。走，包子非常不错。哎，包子汤。性价比太高了，一碗汤半碗肉，这才是学习的榜样。那嘛，俺不打扰你，那怎么？等你发财啊！好，